那边。驾驶开车行驶在高速公路，经见路肩上一对父子，慢动作再看一次，居然疑似是爸爸把黑色休旅车停在路肩，没有闪灯，也没有警示，他抱着儿子小孩还危险跨越护栏，双脚腾空。民众把行车记录器拍下的影片po网，直呼这爸爸可能心脏很大颗，而事发时间就在5月13号，国道3号北上屏东路段。在那边惊险影片让网友看了也议论纷纷，留言说可能是小孩哭闹不停，所以爸爸故意吓吓小孩，还有人认为是在空中尿尿，其他人留言回这也太危险了吧，爸爸是生病了吗？本大队将依相关线索联系告诫该民用路人之行为已造成幼童之生命危害及用户人之心理恐慌。不少网友截图po出这对父子的休旅车车牌号码，国道警方也将依影片线索找寻开车的爸爸，并依道交条例汽车行驶高速公路不遵守使用限制，开罚3000到6000块钱。但到底这名男子抱孩子腾空跨越护栏要做什么危险举动，警方也要介入理清。记者张春华屏东报道。旺旺水神呢，它是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呢，它是还原成水，所以不用太过于紧张，大人小孩都非常的适用，在这个非常时期，欢迎大家来上快点购，雾化器还有生成机都给它买起来。当然，在我的部分折扣码可以享有优惠啊。